像这一颗啊，网纹相关刚好就进入它的第一阶段的网纹开裂，好、哦，它就会像这样有个细裂痕、粗裂痕就开始慢慢裂痕，才会变成我们以后啊，就变成很漂亮的网纹相关。哎，一株子留一颗，然后我们要把叶子尽量把它展开，不要让它折成在一起。日本体系的阿露斯，阿露斯，这个是细纹的瓜，统称是网纹香瓜。日本品系的阿露斯是在洋香瓜方面是最高级的。采收时间是很重要的，洋香瓜的采收时间要掌控得很精准，太早采不熟，到消费者手里那个口感不好，太晚采我们的损坏率会变得非常高。东方甜瓜，啊，我们在太保这边就俗称那个美容瓜，它的产期大约在60天左右，就种植到采收的时候是大约60天，有时候天气比较炎热的话，可以早些几天采收这样。基本上种美容瓜温差不用很大，你那个温差大可能是那个洋香瓜的关系。还有那个可能是那个哈密瓜，那个新疆哈密瓜那个关系，因为美容瓜是夏季品种哦，它所需的温度哦还是有一定的温度啊，所以说你那个叶温如果太冷哦，它也比较不行，所以哈、哦、我们美容瓜选择在夏季种哦，是因为它温度比较高一点。因为天气热会熟的比较快一点，所以大约在52天至55天左右那边在采收，所以再过2-3天我们就可以采收了。这个光滑度很漂亮哦，很好哦，这代表是熟了，对，熟了，香又甜，还有闻一下，哦，很香，哦，很甜，就这样。嘉义太保甜点儿好吃，欢迎来品尝哦。台湾的水果好好吃。